我需要目标。 救救我们啊！目光之锤要拿我们去献祭了。最近还好吗，朋友？保重。你好啊，万事小心，朋友。蠢货，你为人感到荣幸。有入侵者，把囚犯带走。 他们的血肉都属于巴塞尔大人，莱亚英雄，水没有问题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 太远了。 一定要在躲米娜娜他们去献祭之前把人救出来。
亲者还活着，阻止他们，谁都不准干扰仪式。我离得太远了，不能让他们干扰华斯人大人的仪式。萨克，不要让他们通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拖延你够久了，阿库迈尔即将重生。哎，你们来迟了，英雄。什么都得不到，蠢货。我们的使者阿库迈尔已经从地底苏醒，你很荣幸。他第一个要吃的就是你。享受这场胜利。有事就说吧，后会有期。